你妈的队友背刺我。浪弟连续遭遇神将队友，绷不住了，选择单排。我先单排吧，今天兄弟们不用邀请我了，晚一点一起开黑。排大师比排那些撞三撞四好打太多了，不知这号有毒，单排真的很好打很多。就站在这里了，哎呀妈！回来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飞。我觉得压血量，他没踢的。一个点燃能逼他回一次家，我点燃两分钟左右，撞你。我下波出门我又有点燃。等下还有十几秒，他现在只要被卡住他就记。我捂什么？我踢干了，我不能捂吗？憎恨是小孩，下一波就能杀他的。我下波六级。刚子回家，先卡个药关去。找死！这不就拿下了吗？哎，单排确实好打好多。我并不是说谁有坑，单排排到的人确实是不一样的。我单排排的全部大师，双排排的是撞一撞二撞三的，贼难打。我单排打，我打这对面超凡大师这种上单，对面就跟一头猪似的，就是我想让他干嘛，他就会干嘛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他还没有记忆。干嘛搞这种东西喔、哦、那你站在那里干嘛？烧吧，你又伤我也有，要时刻狗瞎子来了，又一个！何必？好人呐、啊，好人呐、啊，大不了我有开大清线。完美，他这波还少了一半血。那他又只能回家了，那我就可以吃渡神了。我从野。跳。又一个。哎呦，怎么还看他？没事，我顶得住，他就未必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飞。溜了，更多火药，烧吧！把他们吊在杀手塔上，困不住光啊！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玩翡翠就你怎么玩都不顺呢？我说这种话就不是甩锅队友，就你感觉对面玩的不错，但是你队友又疯狂在送。那我等血。
他还给武器一样的。我堂哥会做化蒸牛杂呀，他是专门做吃的呀。那有空过来玩的话，我带你去他店铺吃。只收你两倍价格，不过分吧？吃完捅我两筷子可以吧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你得先说捅哪。不带妈的放啊！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哥们一直跟着说你破防了，说你急了，你要怎么应对呢？这么帅。你自己没补到的哦，别赖我。好嘞，钱算就要来了。Motherfucker。哎呀，没 A 出来 ，A 出来他死了。现在火刀怎么这么帅？无敌了呀！他有暴击，有攻击力啊！他这里值钱是差不多700嘛，但是你的信任19%还可以再提升，你这700的19%都能没有。他表面上是700，A 出去有800了。看没，800多真伤。一刀800多真伤，这还不算高。好歹你洗个澡吧。唐星炸药桶，我看起来很眼熟。你不 A 我吗？你为什么不打我？他快进，你们这几百分了，我的零头都几百分了呀，搞这种东西。再来收了，我怕我打死你。手枪还是弯刀，我都无所谓。你他妈的，队友背刺我。坏了，他有14级牌子怎么搞？快点订阅，兄弟们给主播点个订阅吧，非常感谢。